在一起。就算天空下雨，是坏天气，还得要去染灰，真真假假是生气。奈何万一，生意很好，跳水啊，还可以，可以。晚上说了喝酒，好，我一起来，一起来。哎呀，歪嘴螃蟹，歪嘴什么？被别人杀出去了。哎呦，生意这么好。陈老板，哎，这一下你可算是捞着了。哎，晚上过来喝酒啊，跟歪嘴说好了哦。行，没问题。哎呦，陈老板，李老板。对，走，哎，恭喜，哎，晚上喝酒啊，好，看什么看，都走了，漂亮，你说这么年轻，他扶得住吗？他扶得住也得扶，扶不住还是得扶，看什么看呢？到底是歪嘴扶不扶得住你哟？干你什么事儿？对，魏先生，陈老板，哎呀，陈老板呢？陈老板今天生意可好？还行。哎，晚上过来喝酒啊！又来，先生来啊，早点请啊！陈老板，这是报道不落。小张，随便看。陈老板，哎，这个我们的零钱。哦，嗨，你看看我，高兴的可忘了。来，这是你们俩的零钱。哎，等会儿，辛苦了，谢。谢。好。哎，哦，哎，黑娃，晚上的喝酒啊，记着千万别给忘了，早一点来啊。好，酒管你喝个够。哎，人呢？老婆，来了，老天，哎呀，陈老板你都回来了，哎，回来正好。我头晕花马乱的，回来吧，我去给你倒碗酒啊。干嘛？哎，这个酒馆里怎么没人呢？那我不算人设啥子？哎呀，陈老板，虽然我不像原来那个貌美如花了嘛，我至少现在还是玉树临风的噻。干嘛呀？你今年多大年岁了？哎呀，陈老板，你老黄昏了嗦，我比你小得多的嘛。哦，小妈呀，今天你一大早起来喝了酒了吧？没有。老妈，嗯，大少爷呢？哦，一到早晨就出去练拳去了。二少爷呢？二少爷都还在睡觉噻。这个样子，开什么酒馆？把他叫起来。哎呀，那个女儿长得好漂亮哦，长得好乖，好有气质哦。小妈，你比较有气质一点。哦，这个都让你看出来了啊！我也觉得我有气质眼，我明明是那些军阀呀，师长都看起我了。陈老板，相当有眼光。准备说给大少爷还是说给二少爷？说给我自己不可以吗？嗯？怎么的？不合适？不般配？般配？合适？只有那么合适了。反正政府又没有规定老刘不许吃嫩草。我很老了吗？不老，一点儿都不老。
老爷你才50多，你要老了，那你还敢叫陈年轻吗？这叫妈呢，她是我侄女的奶妈，别管她。哎，这边请。这是我的堂屋，我呢。陈老板，你不是说你40多岁吗？50多？50多多少？不，没这么老，没这么老。哎呀，说的哪去了？我这个人，我跟你这么说。男人年岁大点好，这好在啥地方呢？是不明白，现在我展示给你看看。对你怎么的好，你看看这腿脚啊，你看看这多灵活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的舅舅给你两个表哥找了个后妈。后妈？那是一个多么年轻的后妈哟！哎呦，啥子世道，真的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很年轻啊。长得漂不漂亮？当真？居然还有谁比我王春娇还漂亮？跟小姐你比，你还是比她乖那么一点点。范师傅，哎呦，陈掌柜的，您回来了。范师傅啊，今天呢，这个，你看看，我忘了，这是范师傅，我们的范大厨师。我叫范亮达，重庆厨师界呀，排名第3。早年呢，闹过义和团。哎，范师傅，陈乐天，陈乐天能怎么看？他再怎么看，那都是他后妈。哦，对呀，这倒是哈。我喜欢他，这个事情全安居镇的人都知道。范师傅，这位是如意姑娘。啊，懂得起。这一位是范师傅好，我叫秦如意。范师傅啊，今天呢，我要请如意姑娘吃饭，把你的拿手好菜好好的做几个啊。好，没问题。不用了，我吃碗面就可以。那怎么可以呀？我们陈掌柜人耿直得很呐。人家都知道我是开酒馆的，请人吃面条。真的不用麻烦了，我吃碗面就走。如意，那这菜还做不做呀？这整二层楼全是客房，这加起来呢能住很多人的。就这客房的收入，那是相当可观的。如果你嫁给我的话，陈老板，我过来这里只是为了家父的临终嘱托，我没有答应要嫁给你。陈老板，你别激动。后妈？一个年轻的后妈。哎呀！王春娇，你这习惯一点都不好，没事抢书干嘛？书有什么好看吗？你就不知道看人呢？看人看谁嘛？我每天都看到起来，有什么好看？以后你还要看我一辈子呢。表哥，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？哎呀，又抢书，你怎么嫁得出去哟？我嫁不出去，我就嫁给你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剩男剩女，只有剩菜剩饭。啊，回来了！哎，来，这位是后妈。表哥，这就是你的后妈。哎呀，舅舅，你真有眼光，真有品味，我好崇拜你哦。哎，这是我的侄女儿春娇。哎，这是我的二儿子乐天。我叫秦如意。哎呀，舅妈，你长得可真。
真漂亮，可惜我们安居镇不兴选美。春娇妹妹，不要这样说。哎呀，舅妈，我跟你说，我和我表哥呢，那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两情相悦。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表哥。舅妈呀，舅。表哥，人家等着呢，快叫妈呀！如意姑娘，你好。秦姑娘，秦姑娘，你这几年书白读了，这位姑娘，你该喊她妈，叫啊，叫妈呀。啊，不急不急，以后叫，以后再叫。那不行，太没章法了。民国政府，你不要拿民国政府来吓人，行不行？你，表哥，我舅舅容易吗？我舅舅，我舅妈死得早，是我舅舅一把屎一把尿把您和大表哥拉扯大，又当爹来又当妈，含辛茹苦几十年呢。更不容易的是，我舅舅还把我们酒馆经营得红红火火，现在舅舅他老了，鱼尾纹爬上了他荒凉的额头，他只是想有个伴儿，他不过是想有个伴儿啊。表哥，现在这伴儿都带回来了，你就忍心喊都不喊一声吗？表哥，百善孝为先，你这个样子让人情何以堪呐。你戏演过了这吗？救救我，我的舅舅，黄昏恋怎么就这么难吗？春娇姑娘啊，我到这里来只是来看一看，我并没有答应嫁给陈老板。太给在头啊，疼吗？哎呦，好疼吗？太给人了，春娇，你说的是太给人了啊。赵妈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嘛，想哭就哭出来呀。什么？哭什么呢？太老白了，我是觉得有你一个人不容易。你想嘛，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噻都一个人扛了哦。我总觉得噻，养儿养女是没得意义。才不得管你一个人睡起来不能哦，好造孽哦。干嘛？今天是高高兴兴的事儿，你哭什么呢？啊，再说了，我这两个儿子也挺孝顺的。孝顺？孝顺他咋个不肯喊妈嘞？这个乐天比如意还大一岁，这个。我是觉得你总该对自己好一点噻。哦，我大儿子回来了。听到声音没有？听到了。哎呀，那我这个功夫还是要再练。这是我叫秦如意，不知秦姑娘驾到，有事远迎，在下陈乐峰，敢问秦姑娘在哪个码头上做事啊？秦姑娘，表哥，这位姑娘
是你的后妈。不像啊，快叫妈，叫妈呀！后妈也是妈，妈。这才叫孝顺。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哦，二少爷，我们是来喝酒的。喝酒？陈老板亲口对我们说，全都请的嘛。我们家大奎不能来喝酒，我也来吃点菜嘛。恭喜恭喜恭喜！三十二唱的连夜我都不起了，我就是来给你轻松的。哎呀，要像我们政府官员一样啊，不能言而无信噻。爹，你是不是答应人家要喝酒的？豪爽一点嘛，酒嘛，水嘛。啥？你说我不豪爽？好，那今天我就豪爽一次。今天中午我满请了。陈老板，哎呀，吴老师，吴老师来了。年轻老弟，新闻里今日大喜，文某不穿冒昧特来贺喜。啊，年轻老弟，你是生命之树，长青啊。哎呀，温先生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其他的都不说了，今天中午呢，我请客啊，水煮花生、猪拱嘴、凉拌莴笋、豆腐干，随便吃随便点。酒广告，大家请入席。我是说，哎，陈老板那一病，我们酒馆生意以后咋个办啊？有我和二表哥嘛。你二表哥哪里是做生意的料哦？什么意思？我是想说，陈老板恐怕过不到那个坎儿了哦。你不许说我舅舅坏话。真的，我想这盘你舅舅单怕是欲火攻心哦。欲火攻心？什么叫欲火攻心？欲火攻心就是，哎，你是真不懂吗？装不懂哦。我是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，男的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们都是啥子感情。你又怎么了？我们那些女娃儿。女娃儿？你恐怕早就不是女娃儿了吧？我曾经试过噻，而且我现在内心还是。要我说，都怪那个秦如意。要是他不来的话，我舅舅也不……我再进来，慢点。爹，昨天晚上你把我吓惨了。有什么吓惨的？那不就过去了吗？要不是昨天晚上我出来。哎呦，这药可真苦！你就给我勾儿两个，还喝酒？爹，你这病就是喝酒喝出来的，别喝了吧。你昨天晚上喝了多少？起码两斤以上。也差不多吧。去年呢，这个文先生就跟我说了，我呢去年就应该。差不多了。
怎么的？我到现在我还活得好好的，我已经赚了一年了。爹，文先生就是一个算命的，他的话你也信？你不知道，文先生不是算命的，以前呢他是学医的，是因为医死了人才改了算命的。哎，爹，你不行了。干嘛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不是怕咱爹那什么了吗？什么不行了？老公，就你这样，你还是闯江湖。嘿，闯江湖靠的是，那就打他。你懂的，咱爹是好人，不会这么短命的。你今天就是死了，也不是短命。哎，好，爹，别理他，爹，我看我还是送你到城里大医院去一下吧。大医院就花钱，不去呀！乐天，你给爹喝的什么呀？喝的什么嘛？中药。喝什么中药？咱爹要喝的是酒。哎，这个臭小子，他这点倒对我胃口。你别害爹，爹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哎，想开点啊，不就是个死吗？我看好你哦。咱后妈呢？去！老伙计，我真想再跟你喝碗酒。以后我这两个小子，你。一条石板铺成的路，两边有特色的旧房子，里边每天都藏着很多新鲜的故事。看着人来客往的脚步，人生总是有风风雨雨，悲欢离合散了又聚，到底是何从何去？人来客往，我们还是要在一起。就算天空下雨，是坏天气，太阳去染灰，真真假假是生气，人来客往。